不同人减肥，无减。文简，哎，我整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感觉自己越来越胖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从明天开始我要减肥。兄弟，你这是减肥还是增肥啊？嘿嘿，口号从未停止，行动从未开始，减肥这种事明天再说。反向减肥，已经运动5分钟了，奖励自己一杯奶茶。吃了一天的减肥餐，奖励自己一杯奶茶。嘿嘿，今天天气不错，奖励自己一杯奶茶。好家伙，我捡了个寂寞，迟早要完形。嘿嘿，早饭不吃了，我饿一顿；午饭不吃了，我饿一顿；晚饭也不吃了，我饿一顿。嘿嘿，只要不吃饭就不会长胖，坚持一个月我一定能瘦下来。一周后，听说了吗？隔壁宿舍有个减肥高手，我知道，传闻他一周减掉100多斤，现在连人带盒一共5斤。哦，